Amazon 亚马逊2020 Prime Day 会员日限时购物狂欢来了，锁定我们的频道，还有直播哦。最新消息，刚刚 Amazon 2020 Prime Day 会员日限时购物狂欢的部分折扣信息提前泄露，我们赶紧来看看下周有什么超值好物可以入手，以及如何参与这场低价买快乐的狂欢。视频开始前，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就不会错过下周的直播和更多优惠信息了。超火推荐提前看，买$40礼卡送$10 Prime 用户10月13日至14日期间购买40及以上的 Amazon 礼卡，即可获得$10礼卡，礼卡使用有效期至2020年12月29日。大牌耳机低至7折，个人健康加组员分析 DNA 检测包5折， Waterpik 水牙线6.5折起，精选大牌美妆护发产品低至6折， Instant Pot 系列低至5折，松下男士剃须刀理发产品低至6.7折。 Amazon 自营设备也有很多提前购的活动，包括 Echo Dot 2件仅39.98，原价99.98，分享 Amazon 照片有机会赢取$1000 Amazon 礼卡，需下载 Amazon Photos App。参与方式是选择任意一张照片分享到个人社交媒体上，并打上 hashtag Prime Day Photos， 活动时间截止日为10月14日，一年份 Audible 会员仅$99.5，原价149.5，活动截止时间10月14日。 Echo Auto 车载语音助手$19.99，原价$49.99，Blink Mini 室内监控安防摄像头$24.99，原价$34.99，东芝43寸 HD 1080p 智能电视$179.99，原价$279.99。Amazon Fire TV Recast 电视节目录像机500GB 内存，现价$129.99，原价$229.99。还有很多超值推荐，今天的视频可能说不全，清单也在不断更新，请大家点击视频信息栏或者置顶评论的链接查看详情以及如何参与等关键信息。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数码电子产品。12个月任天堂 Switch 会员家庭版加128GB 存储卡6.4折，精选 Switch 游戏低至6.7折，大疆无人机套装以及 Osmo 系列摄像机低至6.7折，松下相机低至6折， Garmin GPS 以及运动手表低至5.4折。